本案为十七岁男性，本身有胸痛疾病史。9月24号接种疫苗，10月2号因为身体不适自愿就医，经治疗后返家。10月3号症状持续，再次住院治疗。提醒接种 BNT 疫苗后，如果出现胸闷、胸痛、心悸、心跳加快、心跳不规则、呼吸急促、体力变差以及晕眩等症状，就要赶快就医。针对媒体刊载，本市17岁高中男打 BNT 二度气胸住院个案，本案为17岁男性，本身有胸痛疾病史。9月24号接种疫苗，10月2号因为身体不适自愿就医，经治疗后返家。10月3号症状持续，再次住院治疗。提醒接种 BNT 疫苗后，如果出现胸闷、胸痛、心悸、心跳加快、心跳不规则、呼吸急促、体力变差以及晕眩等症状，就要赶快就医，并于就医时告知医师接种疫苗时间、症状、发生时间，以利医师诊断参考。